泰尔斯，近期正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吸引众多粉丝到场支持。而近日哈利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唱，在舞台中移动时，观众席的粉丝竟向他丢不明物体，直接砸到他的左眼，让他当下痛到捂住脸，弯腰停留了一下。但他为了不影响演出，又立刻起身继续移动。影片曝光后引起大批粉丝愤怒，表示真的太夸张了，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气出现？大家需要学会尊重艺人，可怜哈利，别再丢这些垃圾给他了，在网上掀起热议。